先生，很多婆婆妈妈喜爱的南门市场经过了4年的改建工程强势回归了，在双十连假第一天试营运，可以看到很多的人都前来购买。一刀切下，相当利落。老板剁肉的手一早就没停过。顾客在摊位前忙着挑菜，百货级的菜市场强势回归。全新的摊位，全新的建筑，南门市场试营运首日，人潮满满满。双十连假第一天，南门市场试营运，熟悉的味道配上全新的样貌，摊商、客人都好喜欢。当然开心哦，住新大楼嘞，开心哦，太方便了。怎么说？就里面干净。明亮，走道又宽敞，我觉得设计得很好，然后动线也都很顺畅。南门市场花了4年改建，现在地下2楼到地上2楼给摊商使用，3楼以上到12楼则是办公室。254个摊位华丽回归，预计11月初正式开幕，翻转传统市场形象，室内明亮，装潢走文青风。位置就在捷运中正纪念堂站2号出口，一出来就能开逛。好，交通方便啊，客人老客人就不用想说我还过去那边坐接驳车很麻烦。所以他们客人高兴，我们也高兴就对了。百年市场摇身一变，现在强势回归，以全新样貌，希望能找回饕客与台北人的回忆。记者黄志杰、李佩贤采访报道。